可是对啊，如果把上面那个机台打那个 拿掉的话，我就不能直接射爆那一个最后一个点的人。啊，算了，下车轰也好。他去哪里呀、啊？他不看马路啊？哇，他好会闪哦！啊，抱歉，我才刚讲完就被射中了。啊，已经帮你把入侵坑打掉了。好，耶！离开这个区域，好，走。感谢之水，感谢。要去哪里呀、啊？那 爬得上去吗？地保送一送，好。噔噔噔！卡位站。载具才能参加，哈。是碰碰车啊，相扑啦，一直卡人啊。把他推出去。哦，要打喷嚏的，还是咳嗽？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安。给他爬上去吗？安东尼又，你又来了，爬不是要直直的？你又想推销什么的？哦，好，你只是跟我说钱进去了，好哦。没有，安东尼，你打给老大就好了，小弟就不用打了，好不好？人家很辛苦哎、欸。然后当你是老大的时候，你打给小弟就好了，不要打给我啦，走开啦。小弟解决啦。这个不是我管辖的范围啊，这是旁边有那个。那个什么，负责管钱的啊，财务啊，丢给财务就好了。对啊，这边离海边真的很远啊，考虑回家吗？哦，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什么东西？啊，这个 NPC。哦。要下了，晚安，晚安。决定找一个人一起跟我跑百米，来来来来来，路上一定很多人，来，一定很多人愿意跟我一起跑百米。没有啊，折返跑啊。哎、欸，他胸部会晃。我现在已经做到这么高级了、哦。有几个啊？因为我之前在那个练那个体练那个什么拳头的时候，战车、欸、三宝哎、欸，这是三宝。我之前练拳头的时候有达到几个胸部会晃。真的假的？啊。我知道那时候练力量也练得很辛苦，对吧、啊？嗯，林坚，哇，警察林坚，警察林坚，你是后面有装什么东西？装什么？干嘛一直看后面？你是后车厢有放什么奇怪东西？还有你，觉得你怪怪的了，不想。你那什么眼神？你下来，你给我下来哦，下来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这么紧张？你是不是有问题？下来。你为什么要弃车而跑？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你是做了什么亏心事？哦，你们都在附近了吗？那我不要咯。啊，我在附近啊。没有满货，一二四六零零零。警察不要啦，我在帮你们做零检呢、欸。哎呦，应该跟他讲说不要花钻石去抽后面那一个。后面哪个？是
白球跟彩球的东西啊。哦，所以那颗球是 S， 有 S 球，有 S 球在用，就必定 S 球。不然那个彩球跟白球都只是高几率而已，三台，三台。那我继续打架，好像三台连在一起的，这是干扰器的。那微微，我继续来打架。还缺一个，缺一个，缺一个人啊，缺一个人啊！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微微，来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，我要直接出发了，走喽！走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拿武器啊，拿什么？七公里。拿这个吗？嗯嗯。不会打人呢、欸。噔噔，叮！这到底怎么打啦？可以教我打人的诀窍吗？那么你就跟右键看着他，拿来组件，盯着他，盯着他，心里发寒。哇、哦，有钱欸，你总不存钱呐、啊，大哥，385块钱欸，好赚哦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哇，刚刚有一台车平行漂移欸，好不好？那个吗？好像是那个，因为他们要闪后面那个直升机的攻击。嗯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亮亮！哦，杰瑞一定很困扰，开在我后面。对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是白痴。除了车之外，还要闪一堆其他东西。走喽！还敢把手伸出来啊？不要把头手伸出车外啊！很危险的。哎呦，你们不要随便过马路哟，很危险，要走斑马线。嘿，嗯，你们这过马路都不好好过，真的是。真的，那、啊、这个要转弯不转弯的，吼、哦，你们这些危险哦哟。走喽！我应该去改那个子弹会爆炸的 PVP， 好好玩哦。你为什么突然转向？这样子很危险。等红绿灯就乖乖等着，不要突然换车道。欸、要转弯，要转弯要打方向灯啊！真的。怎么可以这样临时转呢？啊、你看，出车祸了吧？对啊，你看，这就是你没有停旁边一点。那是武装直升机吗？应该不会有武装直升机吧？不知道，不会吧？顶多有机枪的而已啊，不应该不会有发射飞弹的吧？哦。哦、我的车门掉了，呵呵。哟，有看到一个圆圈加直升机的图案。一个圆圈加直升机的图案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送到了。好。怎么了？拿原子枪欺负他？他一直跳起来吗？怎么这么好玩呢、啊？离开这里！我要走了，等我一下。啊啊哈！只能上一个人喽，只能上一个人喽。我走了，走喽。
是雾鹰吧？哦，不是，小蛮牛而已。这台嘞？对啊，这台雾鹰啊。它就只有台雾鹰，它只有开机枪功能而已吧？嗯。完成。送达。可是他们还是想要扁我们。那就把他扁下啊。好，靠。好主意，在哪里？哦，逼我拿这个，欸、没有哎、欸，他们是要撤了。谁准你撤的？谁准你撤的？给我下来哦！你给我下来哦！下来哦！怎么都打不中啊？对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警察来了。哎呦，警察，他们先打我，我只是回礼而已哦。他们先动手的，真的是哦。啊，我的部分好了。好，没有我的事了。Go you！ 好，没有我的事了。啊，那就换送我的话喽。好。噔。我被踢出个人载具，你要踢出来讲一下吗？飞到一半、欸，有人掉下来了，还火妖人哦，多警察！好，我都妖了。好，不然，真希望啊，但愿我死哦。好，我死了，你死亡。Hello， 还没，我要飞到地堡还有一段路啦，等一下啦。来了，到了，到了。所以，假如暴君二要折价的话，要先买金海卫员吗？对。然后金海卫员是不是要解几个任务之后，他才有折价、啊？有一个特殊价，好像解五个什么交易了？五个客户才是。嗯。那装死是不是？我怎么又很新了？我只是把人拉出来打掉他而已啊！我跟微微在玩，我先送钱好了。嗨，你要不要来？来，好来。我们还在继续。我在玩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另外一个人要走，你刚好可以嘿换人。好。好。换帮你送。你还没找我，很好。还是我先闪，不用啊。他今年被找了吗？没有，我说我还好，今年没被找。好，没被找，那就来。看你是想让我的车马的。等一下，我车被扣押了，白痴哦、喔！被扣了，警察在我旁边，他啊，个人载具被锁了啦！哇！嗯，那进来说来了说一下哦。好，正在读。好。Okay. 打 UFUF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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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FUF。我要来路上临检了，我要这样假装是警察了。阿斌吗？哎，你那台车为什么开这么慢？你有什么？我靠！你摸我车！你死定了！哇！哎、欸，这台车我靠近还是加速、欸？哎，你玩我，你玩警察、啊，过来啊、哦！前面那台车，好，你死了，可是我现在还不过瘾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按我喇叭！你没看过路上临检是吗？来来来来，你的行照驾照拿出来。
磨我的车嘞！你知道驾照拿出来，哎、欸，你不要跑啊！你知道驾照，哎、欸，下来啦，下来啊！我的腿！来来来来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！你为什么开车穿拖鞋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又不可以穿拖鞋了？开车穿高跟鞋那种高高底的才要骂吧？穿拖鞋也很危险啦，干什么？哎呦，你说怕卡到那个吗？有嗎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拖鞋卡住，这样子也很危险啊。射不进去吗？不要改成我穿。来来来，下一个下一个，你看一下，嗯，你干嘛一直看后面？你一直看后照镜干嘛？你后面是不是？下来，开门呐、啊！你下来。哎呀，我看看你后面有没有什么违法的东西。这一袋一袋是什么？啊，这一袋的，这一袋一袋是什么？哈、啊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他进来了吗？还没。不是啦，还没，还在读。上车啊！等一下，警察来了，我躲一下。啊，你不是也是警察吗？真警察来了。真的警察出现了，然后躲一下，等我一下啦，等一下啦，你们看不到我，你们看不到我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不要啦，你们不要爬山过来啦，走走开啦，练脚力，练什么脚力，走开啦，哦，哈基基了，哈基基正在飞，不要啦，不要过来啦，警察干嘛啦，走开啦。那找同事聊天啊，新同事欸，很可怕啊，他拿着枪想找我聊天。可怕啊。来了，好、Mandy 也加入了，好好，都加，都邀，都邀，都赚，都赚啊，玩错了， GTA 发大财、发大财、GTA 发大财，挖石油了。这里，天敌，请水利署局长发言。高雄发大财，发大财！哇 ，Mandy 加了，阿纪，这我不能忍。嗯呢？完了完了，喂！嗯，对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翻过去，过去，过不去。我先送货好了，等一下再补货、嗯。好，等我一下哦。那所以你们暴君在天上按 F 还慢慢下降、啊、按 F 干嘛？没有，你要到地板的一个高度按 F， 它才会降快。哦、所以我刚跟你讲，我那时候跟你讲按 F 下来，不是在唬小你，你不相信我。哇，完美！我原本想说我要试试看这台车有没有那种功能。我该要的就都要喽，看你们不要来地堡喽，要送货喽。过去，已经在地堡了。我也拿枪，我拿枪不会对他们开枪啊，他会对我开枪啊，很可怕、啊，凶巴巴、啊，凶巴巴，两点卡，六阿巴。啪啪啪！没来噻，啪啪啪！还有一个啊，两台吗？好像两台，还有两台。对，不行，我开这个一定爆。Mandy 要玩吗？去爆喽 ！Mandy 要玩吗？接你们两个玩，接你们两个去台主跟莫德去玩跑山。好好好，台主跟莫德去玩。Mandy Go， 我看戏。这价格多少？价格多少？价格一台价格三十。我想让他弹一下啊！可恶！哎，可以可以弹。一台价格三十多万而已，还好啦。三十多万可以的。干嘛干嘛干嘛下车？上去。Mandy Go， 上去。Mandy Go， 他秒我哎、欸。
Mandy go，Mandy go， 你们两个去玩，快！